大家好啊，这里是石家庄亮生猪交易市场。今天过期啊，散集了，到了一车马，9.6米双层，马上卸车啊。卸车不让卸了，汉经理，什么情况？这不是这个老板，啊，正往一山药了嘞，不用卸车了，直接拉家了。那也不卸了，不看质量了。看了质量了。哦，已经看了是吧？多少钱？啊？多少钱？17.2万。能便宜不？那便宜的都挣不了钱，都得多走3-4个小时。多少钱？怎么了？牛毛，哎，但是这个卖开，咱说吧，17公分的都了，不要17了，不要17，这卖你的，宝贝，哦，宝肚还卖16块斤呢，这是好质量的马，不是那个吃的，多走，老小，这个得买斤，你看，这谁走猪啊？你看这都，咱看一下，我给大家说一下。有光条母也没有，这玩意儿没有光条是卖的，你这都够意思了，买的这个吧，吃的没买，嗯，就交这是吧？你看你们，太宰给我觉得，不然的话，这再说没法交代，这咋过条成现在你看看他们。哦，那样这么要的。对，你从这当本现在16块1，你问问小龙他们装车了没有？买不了，现在涨价了。就嘛就嘛，王哥吧，王哥就规矩的吧，行吧。熊猫挣不了钱了。行了行了，就忙吧就忙。都没一个吃的，我知道我知道。你要什么？大妹儿，等一下我给他说一下吧。啊，你给他说一下。郭畅。郭畅啊。郭畅。讲好了。讲好了。多少钱啊？16.9。16.9。好。全部。一下走。一下走。然后现在就是也不卸了。对，不卸了，直接去那个郭大伯。哦，明白明白。成交了啊，16.9，空腹走的，刚到的也不卸车了。